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猫。那我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门了。最近一直宅在家里面，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心情真的蛮郁闷的，好不好？那我最近就想说来找个小游戏玩一下，打发一下时间，杀一下时间。那最近我得知了一款游戏，好不好？它就是有点类似马里奥这种通关性质的小游戏，就是跟我们老板迪尼庄之前玩过的几款小游戏，有一些类似之处。就他之前玩的那个什么小王八蛋喵喵闯天关、斗篷小娘炮。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小游戏就叫做 Super Meat Boy， 这个中文的翻译应该叫做超级肉胎小屁孩，好不好？那我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游戏吧。那刚刚我进来稍微就是看一下这个操作啊，对，那第一关就让我熟悉操作，然后他会告诉你，等一下，我刚操作过一遍，所以他好像没有在提示，反正就是左右键，左右键是控制你左右前进的方向，然后空白键按一下是短跳、中跳，然后长跳啊，可以跳比较高这样，对，就是你可以控制你按空白键的时间长度，决定我们要跳的高度。OK， 那第二关好像也是要我们去做这个移动的训练吧，是不是？熟悉一下操作，这个走 ，shift 跳 ，shift 是冲刺，然后我按一下空白键就飞起来了。然后右边那个就是叫我们不要碰到那个齿轮，不然会被嗝屁啊。哦，然后它靠的这个墙就有点像那个洛克人的操作，可以在墙壁上面滑行，然后可以在这个墙壁上面跳来跳去，攀岩走壁。OK， 然后我们就是每一关好像都要去找这个红色的小肉台，好拯救它。然后我们这一关就结束。OK， 然后我们再下一关。那第三关也是这个操作的练习啊，跳，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难度。这游戏蛮佛心的嘛，还慢慢一关一关让我们熟悉一下操作。有的都让我们做一些心理准备。这个这一关是直接开始吗？我们现在就是攀岩走壁。这是干嘛？这东西可以吃耶。这吃可以干嘛？感觉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等一下，有点滑，这地板很滑啊！操你的！我们好像等一下操作起来要有点注意啊，这个地板你看，好像又没有很滑，为什么？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板它好像才会比较滑，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关要干嘛？一样就是攀岩走壁，先上来之后，那什么东西？那个黑黑的。小小，在干嘛？在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隐藏关卡吗？这隐藏关卡的意思吗？哇，下面有那个电锯啊！它里面也是封起来的。等一下，我看到了，左边好像有一个小小那个可以吃的。知道了。吃到可以干嘛？等一下，那个齿轮那边它还是封起来的、那个电锯那边它也是封起来的，那我们怎么办？等一下，我们先下去看一下。所以那个东西到底要不要吃啊？我懂意思啊，白痴哦，那个深色的瓷砖它是背景啊。这边我应该就直接跳过去吧。OK， 好，没有难度。OK。然后它这隐藏关卡还有分很多小关啊，是只要我们解完了才能出去，是不是？我先一样一个一个把它解掉，然后这粉红色到底要不要吃？这很滑，它操作起来很灵敏啊！我操，这个上面那个吃不吃好像没什么差，不过我觉得我们能走到中间这一点。我能找到中间这一条，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反正没什么差别。OK， 然后我跳过去，扶着墙壁走。看白痴哦！它这边会延伸出来一个支线关卡。我觉得这游戏它难的点不是在于说它可能会跳出一些什么杀你措手不及的那一种陷阱啊，还是怎样？它是操作起来非常的不顺，就是。它操作起来的节奏很快啊，然后我们一样靠着墙边，
然后 shift 冲过去。好，第一关机制。欸，第一关没什么难度，没什么难度啊！我刚刚只是手机不小心滑了一下，尿急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这个一样，踢着墙壁过去。哎，踢墙壁！哦，靠腰！等一下，踢着墙壁过来之后 ，OK， 好，知道了。等一下。OK， 然后找到我的粉红小娘炮了。OK， 哦，这一关，啊！等一下，干这个太扯了吧？那我慢慢滑下去。哦，它左边有个跳台可以上。我靠，这啥子？那我们要算准时机，然后直接。跳的一瞬间，我决定了，我们直接打正常关卡好不好？我不想浪费时间。好，这一关我们第五关嘛，就是我刚刚解到那个隐藏关卡的地方。OK， 好。欸，一般的关卡简单非常非常多啊。OK， 然后这边没什么难度吧，应该。OK， 这个大，这个比较大一点，这个、比较大一点齿轮怎么有点？比较大一点齿轮有点难度啊，这个是不是要加 shift 啊？等一下。哎 ，OK， 好。再来下一关。OK， 然后这边。靠腰，哎，难度，来，第八关，哎，我这个节奏蛮快的啊，这关更简单吧？这个就是上面那个齿轮不要碰到，我靠腰嘞，距离不够啊，哦，有，哎，没事，你可以拉杆，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哦，看这个。这地板会爆掉，欸，不能站太久，欸，哦，它碰一下就会碎掉。然后我这可以跳起来吃，算了，我不要吃那个东西。我觉得会为了吃那个东西浪费我们非常多时间，而且我真的不知道吃那个东西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是可以拿成就加分之类的吗？反正我只知道我们需要专心的去通关，好吧？好，不要在乎那么多东西。好，这个把它吐开，然后上面这个也是。应该跳一下，拉走。哎，下一关，这个下面都是火啊！哦，再掉下去直接变 BBQ 啊！哎，干林老师，哎，这个都是会碎掉的墙壁，我们要抓紧时间。这个应该很简单。完蛋！很滑呀，是怎样？哎，底下怎么会飞过头啦？我继续啊！等一下，哦，还是不会到这边就卡关的吧？我的天啊，但我没那么智障吧？哦，干！我没什么机会了，真的没机会了，哦哦哦哦！稳着 ，OK， 过，啊，没事，下一关，反正我们右上角那个绝对是行不通的，我觉得啦，我们要走右边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好不好？我们要走保险一点的路，不要像个白痴一样走左边，这样子会凸显我们的自不量力，哎，直接过，哇，这关非常的简单，对，量力而为。不是高手就不要装那个逼。这个齿轮会在那边滚，我们要抓紧时间跳过那个坑。OK， 没事，很简单。然后这个齿轮非常的慢啊。这边我们一样要跳上来，这个很简单啊。好，这边等一下跳一个。好，
然后下一关我们看一下，哦，这个电锯滚得非常快啊，这应该还好吧？哦，没事，这个很简单。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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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边不会，这边不会被割到，可这边就会了哦。哦，那好，没什么。再来下一关，十六。右边这边可以让我躲一下，然后左边，然后右边 ，OK。好，这关也非常容易。哎 ，OK。我扶着墙壁上去，上面有一个转的比较慢的电锯。好，这关没什么。来十八，这个站在中间应该不会被割吧？应该不会被割到吧？哎，不会，所以我们只要抓准时间跳到下一个平台就很容易了嘛。啊，我想到了，我不用跳到那个平台啊，我直接一个助跑拉过去不就好了？好，有没有？差点就被他骗了。啊，这个齿轮在的地方有点尴尬。对。用 shoot 直接跳过去，然后干白痴那个粉红小肉太不见了，然后这边有一个平台可以助跑 ，OK， 白痴，等下，哎，白痴不要哦，这边过他妈要重来。没事没事，等一下这一关也太长了吧！我发射一瞬间下去 ，OK， 跳上来，哎，没事，它频率很慢。我看到粉红小肉胎了，来，我们这边不能失误哦。OK， 好 ，OK， 没事，好，哦，这边过了，靠，等一下，他那边我要先弄一个洞出来嘛。好，跳到左边，不是干，白痴，它有两层啊，它有两层，我要怎么搞、啊？妈！OK， 这是没问题，这是没问题。哦，怎么手滑一下？这边应该很熟练的，应该很熟练的，好不好？我扶在上面，站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有你妈！扶在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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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在上面。OK。好，这边过，这边过。好，飞下去。好，这边我们就一定要抓最精准的那个时间了。发射 ，Go！ 哦，这关比较花时间。哦，我们第一个章节算是全部通关了嘛，对不对 ？OK， 好的，那我觉得我们去挑战一下隐藏关卡好了，好不好？花点时间，看一下这个隐藏关卡到底通关可以干嘛？不知道可以干嘛，反正我是不会想要去吃它那个可能有加分数之类的东西啊，我觉得那个太浪费时间。OK， 第一关很容易，只是这隐藏关卡很。白痴一个地方就是它只有三条命，然后你三条命用掉之后没有通关，就直接从第一关开始。它这边会一直发射那个齿轮，然后我们一定要一口气直接跳到那个中间的平台。哦，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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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们要贴到右边，或者贴到左边，然后跳到中间那个有颜色的那个。颜色比较淡的瓷砖上面。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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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觉了。白痴，等一下，干！干！我从头上掠过去，我操你的！可以的。可以你妈！我们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就会过关，好不好？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操蛋关卡有几关，
但是我们就是心平气和，好吗？心平气和。OK。哦，过了，过了吗 ？OK。好好好，来到关键的地方了。刚那段文字我没看清楚啊，什么意思？我就当他是过关了，我就当他是过关了，就算没过关，我也当他是过关了，好不好 ？OK， 那我这次游戏就先玩到这边。我开始觉得这个游戏是一个崩溃向的小游戏，它让我今天玩到有点无名火，好不好？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